那我们先来看这台这个 Amigo 啊，这台日本这个早期的这个底片相机啊，那这台有这个原厂皮套啊，然后它这是相机绳啊，完整的，相机绳是完整的，那还可以正常的关哈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这台的话，这快门还正常可动，可以看一下啊。对，他们简易型的相机，那这个可以看它的皮面哦，前后皮革都还在哦，不过有些使用痕迹了哦，可以看一下，它上方跟底部，那底片式的话就是旁边这边哦，旁边这边拉开，旁边这边拉开，底片式就可以打开了。看一下底片式，以前这个早期，这快门都还可以动啊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台，对 Amigo 的这个日本早期底片相机视频，谢谢。